了，各位挑战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一次 APL 特派员方小如 Sandy。现在小如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越南胡志明市的白沟会议中心，这里将会是这一次 APL 四强赛以及冠军赛的决战会场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偷偷看一下会场到底长什么样子吧，走。哇，这一次 APL 2022的决战会场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一进到会场里面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效果真的是做好做满，相当的震撼。不管是整个舞台的灯光效果，或者说是像是传说的一些视觉，以及我们这一次 APL 2022的所有对战巧思，都在这一个舞台完美呈现出来了。偷偷告诉大家，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对战区域了，我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到 BRO 他们帅气的英姿从这边走去我们的对战区，哇，超帅！相信各位挑战者们一定也跟我一样非常期待，对吧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呢我们的四强赛以及总冠军赛，就在12月10号以及11号的下午1点正式开打，我们不见不散，一定要为 PIO 加油哦！